苏志威、刘晓慧以夫妻档出席经典桌上游戏宣传活动。他们透露，以前经常会玩这类游戏，最近又因为疫情多了留家抗疫，而再次迷上玩桌游啊。这个是我童年的很喜欢的一种游戏，但是我童年的时候玩错了这个，对，错了几十年，错了几十年的规矩这个游戏啊。然后我以前觉得哎有一点闷的，哎玩了好久玩好几个小时，好像玩不完。对，原来我们是玩错的这个游戏。后来我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规则怎么玩，觉得很有意义，很好玩。还有就是很小游戏可以有那个世界比赛的，这个游戏就是有那个世界比赛。听说其实你有这个 potential 去参加，你是家里的游戏对，我是家里的游戏王，我是拿。一年拿好几届冠军，但是都是家里的。都是在家里的。近年小慧进军 KOL 界，开设网店，又做带货直播。她每次开直播，老公苏老板都尽可能陪伴在侧，真的很甜蜜。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开直播，然后老公就是在旁边默默的支持我。对，所以感觉很良好，因为一个礼拜才开一天直播吧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有自己的事业好像很轻松的事业，很轻松。你说我们其他男生怎么办？你把这个标准做得这么高？没有。那音乐方面呢？音乐方面可以再透露一下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，希望这个疫情一过后呢，我们有很多动作，我们已经部署了一些表演啊，一些什么啊，总而言之，你们等我们。